好，那就别再废话，赶快进入德国的音乐世界吧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酒吧实验团的表演，所带来的曲目是塞兹学生五号协奏曲第一乐章以及黎丁 B 小调协奏曲第三乐章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
谢谢酒吧实验团的演出。